大家好啊，昨天从丰都回来了啊，现在不用去了啊，因为驾驶证已经拿到手了。10月9号考的科目一啊，科目一到科目四全部都是一次过关，还是比较快，所以说现在回来就准备过年了啊。我比小峰要好一点哦，小峰他是科目二没挂啊，其他3科他都挂了一次。来，做饭吃。晓得你有出息。来，加点炭喽，哈儿我们把火烧起来哈。现在天气太冷了，烤那个电烤炉感觉烤不暖和，还是要搞点炭才行。而且还费电呢，它烧火的时候都直接烧起来。好不好吃？妈，不吃完嘞。你那个还剩那么多啊？你都吃完了？好吧。你也买那个苹果不好吃哎。我看见我们从来没买过啊，我就说买点来吃哈。我们的小宝贝儿，乖得很，一天。好，快去烤火吧。天气冷嘞，烤火去。土豆。不然那个锅盖我上回我是洗干净的，你看嘛，一段时间不用，它又长好多灰哟。那管你的不管那边大火有没有用？对啊，用都没用那个。好嘞。喂，我不是要那个土豆。我看得到。那个是我给你妈妈买的鸡爪。那是我的嘛。这是我的。那是我给妈妈买的哦，你的是那个可可的火腿喽。那个猪呢？它才没得那个肉皮嘞。我看起有点不够吃，感觉没好点儿。他让你一个人吃，行不？不放爷爷不吃。那么好的调料嘛，我觉得都是一下弄了算了。关键是搞多点了，怕不好啊。网上的料。好吧，手好冰，手好冰啊！乖乖手。你看，你穿的谁的鞋子？这是姐姐的。放点葱，哇，好热，我要来点东西。不要热乎。哦，来给你点点豆腐。哇，满分。好吃吗？今天好馋，我也要吃点。两个一样。来吧。好好吃。这就是少了点，我觉得。不少，你吃完那点就差不多饱了。我吃撑了，我已经。你说不够你吃啊？没见你把它装完。看你上面喝多。你说你是吃撑了吗？嗯。
爸爸吃撑了。嗯。